the Yungang Grottoe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would not exist without the Silk Road that brought Buddhism from India to China some 2,000 years ago. The grottoes were hand-carved from the mountains by Buddhist converts as a place of worship.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世界国家之灵，你得有你根本性的东西。这个根本性的东西，应该就是文化。而云冈石窟，正是体现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容、开放、创新的整个内涵。 永冈石窟呢，是世界艺术重西方走向东方的流雅，它的前身是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又称为后希腊时代的艺术，所以永冈是世界艺术一部分，我们要让永冈和世界对话。永冈石窟是中国早期的石窟寺，它的特点就是中西文化在此纵情交流。 比如说这一尊，佛像，那我们一看不是中国人。再看我们这个前面的图片，有西域中亚一带的形象，也有更远的甚至西亚的形象。而最右边的这尊像呢，是欧罗巴人种，是欧洲人。就说永冈是一个博大的艺术宝库。 它是世界文明的聚集，也是来自于西方的和我们中国人自己共同创造的一个世界级的宝库。在永冈体现了多元文化再次交融，永冈包含着世界文明，不管是埃及、两河流域还是希腊、罗马、印度，都能在永冈石窟找到影子。西式设计与中世纪在永冈完美结合，就是想告诉我们。 今天的人，在我们1500年，我们北魏时代，我们的老祖宗，他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胸怀，面向世界的了。何况我们今天？有一些彩色啊。当时北魏的主题思想。他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 Zhang Zhuo says the message from Xi's visit was clear. The CPC wants to embrace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created b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hopes all nations will join hands to build a shared community and respect different cultures. 因为经过1500年的历史，永冈石窟逐渐的衰老了、风化了，因此我们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总共永冈现在保存了59000多尊佛像，同时也有2000多幅西来的装饰纹样。我们现在的保护越来越精细，洞窟的维修呢，既有石雕，也有壁画，我们逐渐的走向一个艺术化修复和预防性保护的这条路，不破坏或者影响现有的保存的状态。 在此基础上进行预防性的修复。我们现在的理念主要是要保持文物现在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它延长寿命，不会去进行一些恢复性的这种工作的。这个理由是为什么？因为，从保护的理念来说的话，我们首先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个外立壁曾经在1000多年前的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的修复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文物保护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 保持文物的原真性，是在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可能就是曾经的工匠，1000多年前可能就是我们参与了石窟的雕刻，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有轮回的话，我们可能现在正在做我们当时的一个工作吧，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做。现在我们来到了永冈的第11窟到第13窟，这三个洞窟呢。 是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的一组三窟。我们用了7年时间，把永冈整个所有洞窟，一个洞窟挨着一个洞窟的做，做出开本20卷的永冈全集。永冈的价值就是展现了中华文明、中华艺术、中华思想。
的一个特殊时期的大发展的时代的一种最崇高的精神力量。我们今天研究云冈，我们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因为整个云冈体现了我们的祖先思想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博大性。随着近年 3D 技术的发展，我们又实现了多年的梦想，那就是把石窟复制出来，去搬到世界各地，开始云冈石窟的行走化的历程。